室專門店嘅地址啦。哎呀，你唔好咁長氣啦，你當我細路仔咩？我梗係知喺邊度啦。我今日東寶城入邊咯。啊！得啦得啦。點解要捉我嚟呢度？咁點解你要逼死我嘅好朋友？你識得吹簫，幾聰明啊！俾少少提示你，就估到，怪之只吹簫咁驚你。你捉我嚟呢度，都係因為吹簫。吹簫係我好朋友，我可以為佢做任何事。咁你而家想點啊？游戏开始啦 ，Madam， 你睇下，小丑，荒山野岭点解有个小丑喺度嘅？佢死未啊？未死噶，晕咗咋？即刻过把声。Yes， Madam， 帮我翻转佢。点解？咁样可以防止啲呕吐物堵塞喉咙同埋气管。佢主要都有条颈扎损嘅。粒圆弹有血迹，会唔会同呢个小丑嘅伤有关？呢粒圆弹嘅大细同头先死者嘅伤口大致吻合。咁头先个死者同呢个小丑，好有可能系俾同一种空气所伤。同一种空气，咁即系有可能凶手都系同一个人伤。Madam， 我咧就系职业小丑嚟嘅，寻日就要喺个商场度做 show。当我化好妆、换完衫，准备开个箱嘅时候，先发觉原来唔见咗条锁匙，心谂。一定是之前行山的时候跌了啦，咁唯有晏少少去找翻啦。但我又赶住出场，唉，冇办法啦，唯有扭下气球，顶住当做其他表演先咯。唉，点知嗰日真系黑过墨斗，着住件马骝衣，轮轮进进，都唔知扑低咗几多次。唉，都算啦，行到去野战场出面嘅时候，我条颈突然间好痛，咁我咪晕低咗咯。而家证据确凿，唔到你唔认。系我杀嘅，呢个人系抵死噶！呢啲咁嘅人渣，害人害物啊！我细佬系一个好人嚟噶，我做人所有希望都摆晒喺佢身上，而家冇晒啊！细佬，细佬系阿哥啊！点解你会死噶，细佬啊？细佬啊，你唔好死啊！上次嚟呢间餐厅已经系文文八岁生日啦。Benny 姐姐，我由六岁生日就开始嚟呢度庆祝噶啦。乜原来文文咁中意呢度噶？嗯，因为呢度啲嘢好食，仲有 Jackie 哥哥。Jackie 哥哥？Jackie 哥哥嚟噶啦。
Jacky 哥哥。Hello 文文，好开心见到你啊！送个猪仔包包俾你啦。多谢 Jacky 哥哥。啊，报山报台，不如同你影张全家福啊！好啊，爹哋过嚟啊！好啦，望住呢度啦吧，一、二、三。好啦，文文，咁下次咧再见你噶啦吧。拜拜 ，Jacky 哥。好啦，拜拜。拜拜。見到你啊，送個豬仔包包俾你啦，拜拜。多謝，我等你。今日兩點幾，我對住呢度附近嘅夫婦散步經過，發現咗呢具頭屍，初步觀察死者係男性。今日兩點幾，我對住呢度附近嘅夫婦散步經過，發現咗呢具頭屍，初步觀察死者係男性。你係咪同我有一樣嘅聯想？係聯想，你真係有關聯，就要靠證據話俾我哋知。暫停，同我一齊負責現場石灘搜證。How Ocean， 你要負責外圍同埋採集海水海藻樣本。先生，呢杯系忘忧咖啡，你试下。又系小丑啊！我份工都系小丑。你都唔似小丑，
你个样子一啲都唔开心嘅。边个话做小丑一定开心嘅？你系咪有好多烦恼呢？不如讲俾我听啊！我以前系一个画家，因为赚唔到钱，所以转咗行。我以为做小丑好容易，好容易可以氹人开心。但系后来我先发觉，原来做小丑每一日都好似生活喺地狱一样。有痛苦，就有快乐；有绝望，就有希望。但唔系每个人都会成为你心目中个小丑。